你看看这个棋这么摆合适吗？看似合适，好像有些勉强。是吗？嗯。谁呀？我是旅店的，送水来了。啊！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要银子吗？我给你银子。大哥！哎呀！走！快点！干什么呢？快点！走。您看这个，少啰嗦，扛上去。买凉席了！快点！后边快点！快点！买凉席了！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买凉席了！快点！赶紧了！后边快点！来，扛起来！好嘞！哎！过去，麻烦您抱。快点！来，你干什么呢？下来！上去啊！我说，快下来！好，都跟上！干什么呢？你是？长官，这运粮食的船是去北边的吧？运这么多粮食上北边干什么呀？你管他运什么？你来这儿想干什么？长官。哎，你看，好嘞，岁数大了又没钱，一直啊想搭个船上北边去。去北边，干嘛呀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老家遭灾，跟妻儿老小失散了，这不是想搭船去跟他们会合吗？您就行个方便吧，啊！我看你可怜，就实话跟你说吧，这船是去北方，走大运河，把粮食呢运到北方去，快点！哎，长官。运这么多粮食到北边干什么呀？人家北方人不也种粮食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这粮食放在军营里好几年，不值几个钱，到了北方国家，那就金贵了，能发大财。你不是去北方了？今天晚上过来，这些大船到时候就启程了。哎，好，回去吧。多谢长官，多谢。快点！来，哎，没多少了啊，快啊！来，我给你抄一本啊，快点。好，嗯。这马把我害死！驸马爷，我今天非打死你！您息怒，息怒，别跟一畜生发这么大脾气！哎，驸马爷，哎，你息怒，看，息怒啊！让开！哎呀，驸马爷，别来无恙啊！啊，你是宋体行？驸马爷，这好像就是你那天要买的那匹宝马吧？怎么了？水土不服啊？看上去瘦了许多呀！瘦了许多，人若被人欺，马瘦被人骑。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呀！哎，这可恶的家伙，没杀了他，算他便宜。马是通人性之物，何必对他那么残忍呢？哼，他把我害苦了。此话怎讲啊？没事。哼，驸马爷，刚才我路过河埠头，见到运走粮食卸下马匹，此事你可知道啊？这个嘛。宋大人有何见解？商贸进出本属正常，但是运走的粮食颗粒饱满，质地很好，而运来的马匹却是瘦弱居多，不知驸马爷作何评说呀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以后再说吧。驸马爷，我提刑司一直在查一桩案子，你可听说了？什么案子？北瓦社的女戏子小桃红被人杀了，扔在山里，你没听说过？小桃红，我没有听说过。驸马爷，在查案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物品，其中有一块玉，好像与您有关，您不妨辨认一下。
怎么了，驸马爷？没事儿。英姑啊，我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呼噜声，可是赵捕头啊，不是他还会是谁呀？隔着三堵墙都能听到他的呼噜声，也真难为他了。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好不容易把柳青给抓回来了，真不容易啊。真是多亏他了。大人，外面有几位年事已高的老臣，不由分说就往后堂闯，我拦也拦不住。哎呀，宋大人！哎呀，冯大人，冯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急急而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英姑啊，快给各位大人泡茶。哎呀，宋慈啊，你就不必客气了。是这几位你都认识，是大宋前朝的老臣，和你父亲是同辈的老人。是是，很关心你呀，也为你担心呐，所以相约来到御史台，想打探打探你最近办的案子。是啊，来，冯大人，请，来，各位大人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宋慈啊，那桩白骨案到底办的怎么样了？这几天城里传言纷纭，说这案子只不过是山中发掘一堆白骨，让你查了这么一阵子，反倒死了好几个人，是这样子吗？宋慈。听说你这回把案子办砸了是吗？宋慈啊，你可不能听信谗言，错杀好人，放走坏人呐。你是大宋的一根顶梁柱，受点气挨点骂，千万要顶住，不能倒下，更不能自暴自弃呀。冯大人，多谢各位大人。此案现在已初见头绪，宋某已成竹在胸，不日便可告破，请诸位大人放心。你说你成竹在胸，不日便可破案？冯大人，宋某何时说过大话？好，好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，这我等就放心了。英姑，快起上好的龙井，把刚挖出来的菱角拿来。各位大人，我陪诸位大人吃点刚从西湖挖出来的菱角。这个时候，你这位经济提刑官，还有心情吃鲜菱角品龙井茶啊？曹大人，你到我提刑司来，有何贵干呢？宋提刑，本大人到此何事？我想你心里自然清楚。难道说，你也像其他老大人一样，关心白骨案的进展？宋某刚才说过。我已成竹在胸，此案不日告破，您耐心等待便是了。如何算得成竹在胸？啊，不日可破哪个案子？日前你在圣上面前装腔作势的表演了一番，虽能一时蒙骗圣上，赚得圣上的同情和宽恕，但是这两天你这案子破得怎么样了？啊，不怎么样啊。脚夫张大力淹死在护城河里，刑部官员姚谦死于非命，女婿的柳青不知去向，恐怕是啊，也已经死在什么不被人知道的地方。嗯，我说宋慈啊，你还想让这个案子再死多少人？你知道，你已经把京城搅得不得安宁，民心大乱了。哼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。我吴某自从接任临安知府以来，京城是一片太平，没有发生过一桩杀人案，也没有一个百姓冤死。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让提刑官来查案子，查来查去，案子没查清楚，人却一个一个的死，光是刑部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两个官员。宋大人，这个烂摊子你怎么收拾啊？哎，
我说宋慈啊，你可知道大理寺近来天天收到官员们对你宋慈的奏和，他们说你好大喜功，骄横跋扈，不可一世啊，把一个小小的事情办成一桩血腥大案，接二连三的死人，整个京城是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啊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收收手吧，别再折腾下去了，这样会令你身败名裂的，宋慈。你要好好的掂量掂量自己，到底是几斤几两啊？啊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宋慈身为京畿提刑，我理应查清此案，又有亡命在身，你们谁敢阻拦？现在案子查到这个份上，理应穷追猛打，查个水落石出。你们干什么？一个个蹦出来挑三拣四，横加指责，为什么？难道是你们谁与案中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勾连，才这么着急，才如此发难？是不是诚心想扰乱本官的视线，使真凶逍遥法外不成？哦，既然宋提刑的口气如此强硬，想必是此案已经审清，疑犯也已经查实了。那好，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外人，何不将这个案子的详情让大家听听，让各位点评一番，以免再像过去那样将无辜之人扯到案件当中，错判误断，再次酿成冤案呐。放心吧，曹大人，宋某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。那么究竟是何人杀死了小桃红？刑部两位年轻的官员又如何陷入此案，死于非命呢？宋慈，这也是我等想知道的，你何不说说？说说。冯大人，坐，坐。好，既然各位大人都想知道，那我们不妨把此案的内情稍微透露一点。刑部录事竹如海，少年气盛，做事不慎，终招大祸，也是我一时失察受制于人，将其误判为主凶，致使含冤致死，对此我负有重责，深感惭愧。据我所知，竹如海与女戏子小桃红确有私情。竹如海与小桃红有私情不假，本官错断此案也就是因为这个。我以为竹如海对小桃红有私情，强行求欢不得便误伤小桃红，但是经勘察事实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诸位大人，这不是一桩简单的私情误杀案，这是一桩大案。各位，此案是经人精心策划、缜密实施的一桩大案，也是我一时失察未识其间呢。经断案，小桃红根本不是死于5月21日，而是死于5月19，时隔整整两日，便是此案出现了重大的误差。宋大人，你可是验尸的高手，你眼睛再差也不会差出两日的误差吧？凶手手段奸诈，阴险歹毒啊，冯大人，他把尸体诚心沉在了明泉寺前的一眼小泉之内，那泉水比常温低出许多，因此尸体在其中浸泡4日，其状乃似寻常两日之状。我按夏日验尸之规定验尸，当然就误入歧途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，这手段够阴险的。再有，我在刑堂之上听信了那些所谓证人的证词，他们一个个信誓旦旦，谁知道全是受人指使。
做的全是伪证。这说的都是假话。正是啊，冯大人，当我发现自己有错，再想找他们的时候，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张大力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护城河当中，明泉寺主持决心云游四方不知去向，戏子柳青远走他乡，不然也就死于非命了。宋大人，且慢，本官问你，你说他们做的都是伪证，你有何证据证人或死或逃？我以为都是据于你宋大人的淫威吧。宋大人，那姚谦呢？他可没在公堂上做伪证啊，他怎么也死了？姚谦本该是有功的，是他的无知与愚蠢夺去了他的性命。在他死之前，我们曾经约见过一面，他说他正在勘察一位神秘人物的秘密，手中已经握有一份密件。他曾经与我交换条件，说是破案之后让我在圣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，官职得以提升，谁知隔墙有耳被人听去，招致厄运当头。如你所说，小桃红是死于5月19日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朱入海和小桃红相见，怎么会是在5月21日的晚上呢？大堂之上，他可是确认此事啊。是啊，曹大人，这也是本案的关键所在。朱入海称5月21日晚间，他跟小桃红在明泉寺的后山相会，被人发现，不得已逃上山。但是与他相会的根本不是小桃红，而是另一女戏子。此人是谁？锦玉班的另一女旦柳青。来呀，传柳青。大人。各位大人，此人先在公堂上做伪证，而后又逃亡他乡，被我得力部下缉拿归案。柳青，你现在当着众位大人的面，把你如何做伪证，又是如何假冒小桃红，细说一遍。5月21日那天下午，一个陌生男人来找我。拿着，以后还有。那男人说，受一个大人物指派，只要我按他的意思做，可保我将来在京城成名角，大红大紫，能挣大钱。我一时糊涂就应下了，所以下午在瓦舍，班主问起小桃红，我就说他已经回来了，因为身体不适躺在床上，让我替他演角色。再怎么着也是我们锦玉班的人呢，不行，我叫他起来演戏。哎呀，算了，今天我答应顶他演戏了，他给了我这个。哼，他倒是有钱给你顶他演戏了是吧？好，那你就演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他，哼，小桃红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又怎么样？我想上去看看他。小桃红病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真的？那我更得上去了。哎，不行，你不能去。班主，你看这个人真是没脸没皮的，人家小桃红病了躺在床上，他还要去烦人家。
我说姓竹的，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，我可到刑部告你调戏民女之罪了。你们怎么着？还不快走啊？好，我今天我不上去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吗？曹大人，不是还有一件证物，竹如海的那把伞呢？这还不简单，吴大人。竹如海先把雨伞落在了茶馆，等有人报案以后，再把它放到窗台上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夏夏，这伪证做的可真冤呐！冯大人，这还不算精彩啊。真正精彩的是明泉寺后山相会那一幕。柳青，说。那天晚上，我照人吩咐，穿了小桃红的戏装，带了她的首饰和绢花，等在了寺院后殿。是不是小桃红？竹兄是你吗？我是小桃红。小桃红，我来救你来了，你别急啊。啊！小桃红，竹兄，啊！你别紧张，我来救你来了。啊！快走！这门怎么开了？就是啊，快点！没事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这边。这女子啊，心太狠了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！啊，哎呀，她和小桃红估计是同台演戏的戏子，又同住在一起，本应同病相怜，亲如姐妹，可你为了几十两银子，为了日后能大红大紫，你，啊，你竟然能干出这等可恶的事情来！事后我也后悔极了，我想逃得远远的，可是没想到这帮人心真黑，竟然派人来杀我。哼，宋大人，照此推断，脚夫张大力做伪证是受人贿赂，故意作假。那么明泉寺的住持决心，嘿，也一定是说谎了。说得不错，吴大人。我一开始就说，本案是有人在幕后精心策划，指使而成。哼，宋大人，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，这个幕后操纵之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难道他仅仅是为了让这对痴男怨女置之死地而后快吗？是啊，那小桃红只不过是个戏子，与人无怨无仇，又因何要置其于死地？那弄死他的人又是谁呢？各位大人，案子查到这个份上，唯有把真正想杀死小桃红的凶手查出来，本案才可以真相大白。我已经从开米行的朱老板那里打听到了一些线索。什么线索啊？5月19。
是开米行的朱老板的泰山八十寿辰，他请来了全城的名旦为他的泰山唱堂会，50两白银请来了锦玉般的头牌旦角小桃红。谁知小桃红的轿子还没进门，就被别人劫去了。是吗？那此人是谁？查明此人不就破案了吗？那日之事可真是蹊跷得很呢。哦，请来了啊！好，请里边，请。好，请。哎呦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小桃红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可真漂亮啊！请。小桃红，恭喜！你们干什么？宫里有请，让你去唱戏呢。唱戏？带走。里边请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里边请。起轿。里边请。走。走着，里边请。宋慈，你是说有人拿着宫里的帖子，把小桃红从朱家宅门前截住，然后把他推进宫里教义的教中，把他抬走了？是啊，冯大人。朱老板是这么说的，柳青的口供也是这样，想必不应该有错吧？宋大人，这就奇怪了。朱宅是在清河坊，按理说去皇宫是应该走南街，对吗？而非走西街啊？问得好，吴大人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西街也有用宫轿的府门呢。有。西街有驸马府啊。哦，邹大人，你说有驸马府，那可是跟驸马爷梅子林有关。不，你刚才说的吗？我是一时口误啊。你怎么？我曹大人，你说的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这个嘛，还是听宋提刑说吧。对，邹大人，你说，那你说说，这宫中的轿子为何往西街而去啊？是啊，宫中的轿子为什么往西街而去呢？因为西街只有驸马府可以用宫轿。诸位大人，宋某这里还有一件东西，可以证明此案确实是与驸马爷梅子林有关。呀，这玉确实是皇宫之物啊。这袋子非皇家所不能用啊。是啊，冯大人。此物从何而来？这是姚谦死那天我勘察现场，衣襟扯开，身下唯留此物，我便捡了回来。我曾经问过慧觉公主，慧觉公主说此物确实是驸马爷梅子林。我今天得了块玉，请公主给看看，您可认识这块玉它的价值？这玉，这像是我丢的那块玉，怎么会在宋大人手中？公主，这是我提刑司近日抓了一个惯窃，从他那里得来的。这块玉是公主的饰品。是啊，还是我小时候过生日，父皇送我的礼物呢，后来被驸马爷讨去，系在腰间。前些时候他告诉我说，夜里看戏的时候挤来挤去的，不知道是挤断了绳索，还是被人偷走了。这倒好了，到了你这儿，那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？当然。不过公主，恳求公主等我把此案审理完了以后再归还公主。没关系的，只要这东西在，迟几天不妨碍的。谢公主。公主，关于这块玉，请您先不要告诉驸马爷。也好。我得了此玉以后，再给他一个惊喜。驸马爷，在查案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物品，其中有一块玉，好像与您有关，您不妨辨认一下。怎么了，驸马爷？没事。宋慈，来，宋慈，这天气实在是太闷热，
后厅门窗关闭，通风不佳。这几位前朝老臣怕经受不住，吃不消。我们想这案子就不必听下去了。怎么了，冯大人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请留步。怎么走了？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请留步。冯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宋大人，宋大人，我们有公事在身，不能听完你精彩的探案故事了。告辞，告辞了。你。我说你们这是我曹大人啊，您是刑部尚书啊，想必不会搁下此案不管吧？冯大人，您老一向急公好义，关心宋慈，关心此案，您不会就这么一走了之吧？宋慈，这个案子你还想怎么查呀？怎么就不能查下去呢？曹大人，现在案子查到这个份上，只要再加一把劲儿，就可以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呀！宋慈，你还真想把这个案子再追查下去？怎么了，冯大人？难道不能查下去吗？你呀，真是胆大包天呐！你知道驸马爷是谁吗？他是宋皇的女婿，慧觉公主的丈夫。这案子怎么能往驸马爷身上追查呢？宋慈，你过来。我说宋慈啊，啊，你是真不懂还是故意在这装傻呀？啊，有你这么查案子的吗？你怎么能把杀人嫌疑的罪名弄到驸马爷头上呢？可是线索一直在往那边走啊！你两位大人，种种疑点证明此案确实是跟梅子林有关。此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敢问两位大人，如果这个案子确实是梅子林所为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就是梅子林干的，那也不行。打狗还要看主人吧？啊，你这不是往宋皇的脸上抹黑泼大粪吗？哼，宋慈，你个小小的四品提刑官，这脖子上长着几颗脑袋？曹大人，那依您之见呢？找个借口，将此案拖延下去，拖延下去，能拖得下去吗？冯大人，如果圣上查问起来，该怎么办？哎呀，那你就撒个谎说你病了，你病才三个月，不下床不出门，那圣上天天上朝，诸事都需要他去操劳，他不可能把这点小案子总放在心上。这时间一长啊，他就忘掉了。冯大人，哎。装病啊，那屈死的人又该怎么办呢？曹大人，竹如海呢？小桃红呢？姚谦呢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嘛？啊，几个小小的草民，哎，死也就死了，拿点钱送给家属慰问慰问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冯大人，哎，想必他刑部一直是这么审案断案的。你，曹大人，宋某今天听您一席言，真是长了见识啊！你敢取笑本官？行了行了，口水仗就不要再打了，赶紧想想办法，这个案子怎么办才妥当？没有什么该怎么办。宋慈深受皇命，查清此案，还百姓一个清明盛世。两位大人，如果说我阳奉阴违，口是心非，如何对得起圣上？如何对得起百姓苍生？两位老大人，我现在就去驸马府查清此案，烦劳两位，你们看在圣上的面子上，陪宋慈一同前往。哎，宋慈，宋慈，你。宋提刑，我把涉及小桃红命案的疑犯带来了，请宋提刑大人按大宋律法给予审理。上来。
宋大人，梅某昏庸无知，被坏人陷害，一株大错，犯了重罪，还望宋大人、曹大人、冯大人相济一回，梅某感激不尽，终身难忘。等等，如意院乃刁庄主私人宅院，你们这等气势汹汹的，是要抓人呢，还是要怎么着？你赶快让你的手下给我让开一条路，让我们进去把你们庄主请出来，随我去提刑司，大人有话要问他。等等，我们庄主说了，要想叫他出庭，必须得宋慈亲自上门来请，否则他不会离开如意院一步。岂有此理，宋大人乃堂堂四品提刑官，传他一个小小百姓还需要亲自上门吗？姓刁的摆的谱也太大了吧。来啊兄弟们，在随我往里冲。走，来人。你们真是狗胆包天，竟敢以刀枪对抗官府，岂知这大宋天下不容他姓刁的在此称王称霸，独霸一方。来啊兄弟们，在把刀给我抽出来，刀尖朝前，谁敢对抗，格杀勿论。上。慢着慢着慢着，不能动武，不能动武啊。这不是。大人。管事在。你们刁庄主不是说除非我亲自来他才肯去见官吗？现在不仅我来了，连曹大人和冯大人也来了。他怎么不肯出来露面啊？啊，既然是几位大人亲自登门了，打开大门，让开一条路。几位大人，请吧。哦，这就是说还要我们几个进去拜望他。二位大人，你们怎么看呢？冯大人，您看这……那就进吧。大人请。几位大人，我们庄主就在里面候着，几位大人请进去跟我们庄主说几句，请他出来。二位大人，请吧。宋七巧，这件案子是你主审的，还是你一个人进去吧？冯大人呢？是，还是宋提刑你独自进去吧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们身为朝廷命官，难道还怕了这个小小的庄主不成？这，宋大人，这几天查案辛苦了，请坐吧。你看，我早就知道你要来，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把椅子啊。刁光斗，宋慈今日亲自来请你这个深居简出的大人物到我提刑司走一趟，怎么，事到如今不敢去了吗？这么说，数日之内这案子已经查清楚了？不错，我已经有了八九成的把握。哎呀，这回不会是误断误判了吧？是不是误断误判，你上公堂听听审案，看一看物证，不就全清楚了吗？那在下可否事先打探一下，杀害女戏子小桃红的凶手是谁呀？
莫不是跟至高无上的宋皇有着密切的联系吧？这一消息你是如何得知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刚听说这驸马爷梅子林到提刑司自首去了。刁庄主真是神通广大呀，不然我宋慈近日查案，怎么会突然像如有神助一般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提示？比如说米店朱老板会告诉我公教去了西街，而驸马府恰恰就在西街。再比如说姚谦被毒杀以后，全身之物全被抢走，居然会留下一块玉饰被宋慈轻易捡得。听宋大人这话的意思，数日查案不会查到最后这驸马爷倒成了无罪之人了？